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健康中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您准备的依然是陈氏太极拳新架一路的练习。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学习陈氏太极拳新架一路之前，我们首先学习陈氏太极拳周身的关节活动。腕关节，做腕关节的时候要注意这个手腕的旋转啊，结合屈膝松胯与身体相配合，然后肘关节啊，肘关节主要是要体会这个肘关节这个横向的活动范围啊，然后肩关节，肩关节是让肘关节画弧啊，结合全身的配合，向前的时候扣背下沉，向后的时候开胸，然后相反的可以做一下这个前后的也可以做一下。然后肩关节环绕这个手臂纹起来啊，尽量的伸直反方向的可以做一下。换手这边，好，把这个扩胸振臂的这样子拉开然后开臂变成上下的振臂都要做一下，然后反腰一边呢做两次，第一次幅度小一点，第二次幅度大一点，纹臂拍打结合身体的旋转，手臂由下至上拍打。腕关节，腕关节画弧身体前后转圆相反。好，膝关节活动向内环绕，然后向外并步，然后向左向右按一下膝关节，腿伸直下蹲起，两手交叉向下按拉伸，好，下面踝关节环绕，换，好，这套关节活动我们就做完了。下面我们把今天要学习的内容给大家展示一下啊，今天学习是右叉脚、左叉脚、左蹬一根和前蹬奥步四个动作。好，转过来，高探马，预备，走，提腿，分，落。
等着。好，为了便于广大观众这个观看，刚才的动作呢主要是反面的，现在我们正面再演练一次。高探马走，好，下面我们开始学习右叉脚左叉脚。高探马以后，这里又一个缠绕啊，这个缠绕呢和前边咱们懒抓一后边这个缠绕是动作相似啊。看缠绕以后落身体呢微微向左转，胸左胯，然后继续转，与这个左手呢与右手同时向外膨出，然后右下沉啊，下沉变这个上领雕手这个动作雕托啊，看一下，走下沉雕托，同时把这个左膝领起来啊，然后这里呢有一个上下分的动作啊，一分同时落步下沉，这个和做盘步，身体呢微微向左转，有的人容易上来合住以后呢身体这样子他就下不去了啊，胸左胯，身体左转，然后手向内缠，双手逆缠上膨，膨起来以后踢腿啊，膨，然后这个左手呢一定要拧起来，然后击打啊，这时候脚面呢要绷直，正好迎击啊，左手向下，右脚向上，踢完以后哎收回来，然后落步合手啊，落步合手以后这个用脚跟先着地啊，然后以脚跟为主摆脚尖，这时候手呢向内收啊，摆脚尖，重心前移，后边呢以脚跟脚尖为主转脚跟走，哎手缠进来了，膨打，哎右叉脚左叉脚啊，然后看一下按正常演示这个方向看一下，高探马以后走，下沉雕手提，落步合，下面我们一起来学习右叉脚左叉脚，先面对大家做一次啊，预备，高探马走，一二三提起来，四落步，五走，一右叉脚，二走，
哎，好。然后反方向的再给大家做一次，转过来，高探马，走，一、二、三，提起来，四，盖步，五，捧起来，走，一，脚摆出去，二，转，沉下来，三。在练习右叉脚、左叉脚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起腿呢，它是直接从起身的时候直接就腿就起来了，不要有这个先提然后再去提啊。另外，这个力量是脚面要绷直，力量达到这个脚尖上啊。在这个下蹲的时候，一定要是身体呢旋转啊，是身体旋转以后，这个颈才能够完全合到一起啊。这个前面这个衔接的地方熟练以后呢，就要流畅连贯起来，下沉领，哎，这要领起来。这里有一个很快的开合啊，实际上就是一个缓冲的动作。好。好，下面我们学习左蹬一根和前堂奥步。前堂奥步的动作和前面是一样的啊，只是注意一下衔接就可以了。看一下这个左蹬一根，左叉脚以后啊，转过来，嘿，左叉脚以后，这里呢有一个向内收，这里的一个发力啊，向内收，整个用这个手背向外抖弹啊，所以说这先是一个击打的动作，然后一收，整个一个翻转向外，用手背向外抖弹，右手在击打完以后呢，左手这个转折的时候，右手呢旋转着向内收，然后在这个右耳旁向前啊，和左手配合向前发力啊。这时候呢要注意着击打完以后，左膝先下落，然后提膝同时发力啊。来看一下这里，先落然后是一个向上的发力啊。这里发完以后，整个随着这个向下落，左手啊和左腿同时向后甩，与右手呢是和左掌心与右掌形成一个合力，这样子对拉开的，掌心相合对拉开，然后呢向外一分，再收过来啊，收过来，虚脚点地啊。这里呢有一个小的缓冲的一个抖弹动作啊，开始呢就是很自然的放松，这样抖弹啊，熟练以后就可以有一个快速的啊，向外一抖就马上就收回来了。这里抖弹以后收，这两手呢好像有一个抓握啊，上提，这个上提的时候呢与这个左膝，哎，这是一致的，手往上领，把膝领起来啊，然后向外那个发力啊，这时候向外蹬的时候双手变掌横掌啊向外，然后蹬腿的时候呢要有一个呢旋转，这个腿呢稍微旋转，不要光仅仅这样蹬，这叫侧蹬啊，大家看一下，慢一点的啊，提侧蹬，成这个姿势啊。熟练以后呢，到这以后提蹬的时候就是一个松弹，好，
然后就回来了。这个左腿蹬完以后啊，有一个向内收啊，内收外摆，这个左腿呢一个外摆的动作，左腿外摆的时候与左手是协调一致的啊，这时候右手呢从上边合过来，来看一下，蹬收，走合过来，先形成这个合劲，然后这里又一个这个画一个弧，一个椭圆形的啊，旋转，然后摆脚尖转，提膝开步，导重心上分，放松下沉，前掏后步。这个前掏后步呢就学过了，咱就不再细讲了，我按照套路方向给大家把刚才这两个动作再演练一下。左叉脚右叉脚啊，右叉脚左叉脚以后打完开合松抖提，落步合手转开步，上分下沉，下面我们一起把刚才学过的学的动作啊，一起演练一下，转一下，走，走，向后拉，合，抖，提膝，走，落步合，摆，开步，导重心，拉开，下沉，收。下面按这边的方向再做一次啊，转过来，走，做这两个动作的时候主要是要注意啥呢，这个发力的时候啊，左叉脚以后有一个缓冲的动作，重心要控好，收，这劲要完整啊。如果开始呢重心掌握不好的时候，打过以后要先微微下落，然后与这个提膝左手右手同时啪向外发这个力啊。另外往下走的时候，这个动作做出来以后，你看往下走的时候甩又收过来啊，甩的时候是整个劲拉开，然后向内合的时候把左脚呢收过来，微微向前点一点，虚脚点地啊，然后到这的时候这个松抖啊，全身要配合在一起，抖，然后提膝，再向外发力。好，在这一期的太极拳法讲堂里，我们给大家讲解一下这个叉脚这个用法和蹬一根这个用法。左叉脚右叉脚看着是击打自己的脚面的，实际上它在这个实际运用当中并不是为了打自己的脚面啊，两手上捧往下击打，实际上呢这个上边的手呢起到一个虚晃的动作啊，比如说给遇到你想用腿的时候，你先用手去虚晃对方，虚晃呢他肯定要躲闪，
他一躲闪呢，你看他的扛着肚子包括这个裆部都暴露出来了，然后一提腿你就可以踢到这个要害部位了。但是如果他反应快的，他是他一躲呢，只有他一躲，你看他下颌就出来了。所以说你这个脚尖是这个既可以踢下颌踢面部，同时呢还有可以踢他这个裆部和这个腹部啊，这是通过这个虚晃的动作啊，让他把那个关键部位能够暴露出来。他就是躲下边呢他就躲不了上边。你要是一个人正常在这站着的时候，你要想用脚去踢他的下颌是很难踢住的，但是他为了躲闪这个裆部，这时候呢他就你看身子一探，这个他是正好就是把下颌就伸出来了，这一脚呢正好能够踢到这个位置。所以说要了解他这个真正意图我们平时练习的时候呢主要是练习这个起腿的时候这个速度力量与这个手的这个合劲真正运用的时候是要灵活变化的这是这个插脚这个用法然后蹬一根，我们蹬一根的时候采用的是啥呢？咱们这个太极拳上讲就是起腿的时候腿不过腰。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这个你要起高腿的时候，你自己的身体就倾斜了很多就不容易保持自己的重心平衡。所以太极的腿法一般从左右这个侧踹的腿呢，它就尽量这个是仅仅是到这个髋关节的位置除了这个前踢什么这些动作呢有时候会高一点，但是还是要讲的保持自己的重心平衡，不是纯粹的是为了这个高，要讲究运用。你像这个蹬一根的动作侧面，它不管左腿右腿的都一样的如果在这个在这个侧面的时候，这个腿呢你看不是要高的，就是在这个髋关节这是你看使他这个身体呢蹬过去的时候，这里正好他就抬不起来了所以说包括这个咱们这个提腿的时候，他有时候他带一个勾的动作，来咱这边按咱们左蹬一根的动作比如说这样站，咱们这个脚你看往这收的时候呢，实际上就是这带有这个勾踢的动作我勾他的时候他马上他收他就为了躲我这个，躲了以后你看我的脚就踹到他那个支撑腿上了这样子动作学的时候一招一式的用法你要了解，但是到运用的时候呢要活学活用顺对方变化而变化。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健康生活小贴士环节。那这两天呢，我们再给您介绍养生的五个自觉：慢、动、润、暖、松。今天呢，我们来看最后两个，暖和松。傍晚7点到9点之间是身体逐渐开始倦怠的时候，但是这个时候的养生重点是让疲惫的身体逐渐的舒展开来。睡前小酌一杯可是养生的好方法，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最好选择度数较低的葡萄酒，饮上两小口就可以了，因为这酒精会加速血液循环，促进入眠。另外冬天的傍晚还是非常适合泡澡的，在37摄氏度到39摄氏度的温水中泡2左右，可以让身心沉静下来。当然您还可以用热水、热毛巾敷脸、泡双手、泡双脚三个步骤来代替也是可以的。说完了暖，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松。夜晚的到来意味着一天的结束，这个时候您可以和家人聚在一起聊聊高兴的事情，也可以诉说一天的烦恼，总之呢是要清掉心里的垃圾，这样才能够有安稳的睡眠。但是有一点要注意，在睡前一小时内要少说话，因为说话太多容易使大脑兴奋，思维活跃，从而使人难以入睡。此外睡前还可以按摩百会穴、涌泉穴、足三里穴，
这三个穴位啊，各按30次，都是可以非常有效的帮助入眠。只要您踏准了这养生的5个重要时段，并且持之以恒的做下去，相信啊，健康快乐一定会和您如影随形。好了，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